这个球出棒打到在中间方向的平飞安打，哇，这本来德斯在这边看到本垒的传球，直接被挡了下来。嗯，没办法，这球本垒没有机会。是，对，凯撒真的厉害。 不过僵局要靠的是谁？就是凯撒，个人第二支的安打，嗯，很稳定。刚刚他一直喊 timeout 啊，这叫timeout 就是要准备要抓球来打。赫南德斯有点摇摇头，不太高兴，就被打安打了。那你自己要投这么甜，这么甜的位置，这外角球还不够外角，我真的很会打，完全没有低潮的选择。